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，别看屯子不咋大呀，有山有水有树林，邻里乡亲挺和睦，老少爷们更合群儿。屯子里边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，回想起那是特别的哏儿，朋友们如果是有兴趣啊，我领你认识认识，哎，认识认识我们屯里的人儿啊。去哪儿我都陪你去。行，哪天咱俩去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大冬天的不能喝绿茶，多伤胃呀，喝红茶。太温暖了，以前都没人管我。哎呀，峰哥来了，你们先聊啊，我进屋收拾收拾衣服。啊，你坐着，大哥，坐。这女孩说话还挺温柔啊，性格老好了，是吧？百年难遇。我准备结婚了。结婚？嗯，你发昏了吧？咋的了这是啊？咋的？报复性结婚呢这是啊？啥叫报复性结婚？了解吗？就结婚了，认识几天啊？小爽认识时间长。最后咋的了？不也把我甩了吗？再说人家在这段特殊的时间就这么照顾我，陪我走过最难的一段日子，还咋的呀？哎呀，你呀，你真是病得不轻啊！说干啥就干啥的，这婚姻大事说结婚就结婚，不行，我反对。你反对有啥用啊？你结婚的时候我搅和你，搅和我不叫你，还搅和偷摸挤，你得了解呀，小点声儿，你看。我跟你说个事儿，咱山庄账面上还有闲钱呢。干啥呀？笑笑他妈，我老丈母娘有病了，需要点钱。哎呦我的，我真说的，你说笑笑他妈就得了呗，还整我老丈母娘？你哪辈子那么缺老丈母娘啊？你想老丈母娘想疯了你呀？那结婚了以后不就老丈母娘吗？你不感觉这事挺蹊跷吗？啊，他没来之前他妈没病，一来他妈有病了，这整的太巧了吧？你咋知道人家没来之前人妈没病呢？那万一他来之前他妈就有病呢？那没来之前他妈有病，这个事儿他就是个阴谋，有预谋。那要来之后他妈有的病呢？这是有策划，啊，有运营。就里外里他妈只要有病，这里就有事儿，是不？对呀、啊，他妈早不有病，晚不有病，为什么现在有病？明摆着就是。你吧，就瞅谁好像都是阴谋，都是有事儿，就小人。你就是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，知道吗？你头脑不简单，你就是肚子太大。我肚子大是我大，也比你这个强，这个。啥业呀、啊？对，是业。你可真业呀！你就这个业。你就说有没有吧？没有。你是山庄老板，我是山庄老板。你正常的时候你是老板，你现在不正常了，我是老板。明天就开除你。你开除也没钱。大哥，衣服放哪儿了？我给你洗一洗。哎，来了啊。王院长，哎，珊珊，有事儿啊？啊，我想跟您说一下我办公室的事儿。办公室跟你解决完了，就在隔壁，过一段时间可以搬过去了。王院长，
首先呢，我特别感谢您对我的事情这么上心。再一个呢，我想跟您说，我不想搬了。皮长山，你知道你多大岁数了不？说话咋出尔反尔了？我这么大岁数，你拿我开涮呢？今儿搬，明儿不搬呢？我王校长，您别生气啊！我跟你解释一下啥情况。原来呢，谢兰对我有点误会，然后我就寻思换个办公室。其实我和严冬冬之间啥事儿也没有。现在呢，误会解除了，我就觉得不麻烦您了，没必要搬了。家里事儿处理完了啊，都说开了。那我可要说你几句了。之前呢，你指定是跟谢兰撒谎了。那也是善意的谎言。善意的谎言也是撒谎。你之前撒一个谎，之后得用无数个谎言去弥补这个谎言，你说你活得累不累？王校长，我觉得呢，得分碰见什么人。你比如说这个人通情达理，那我也不愿意撒谎。这谢兰呢，这文化水平太低，我要是实话实说，我俩指定打仗。我觉得不是这样。谢兰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，她非常善良。啊，对，那善良是善良。那这样呗，王院长，办公室我就不换了啊。定准了？定准了。最近公司什么情况？有个汇报员。木生，现在都几点了？等你来，什么事儿都汇报完了。再说你这一天都忙什么去了？我最近拜了一个师傅，学了一道绝味佳肴，一定能在这次比赛当中拔得头筹。就算去学厨艺，那也不能耽误工作呀。没有啊，工作这边我不都交给家宝和 Beauty 了吗？咋的，他俩没干活啊？那你要这么说我就理解了，就是说你现在的工作全部由家宝和 Beauty 他俩取代，以后你就不用来上班了，是吧？以后那等比完赛我再回来上班啊。木生，我说句公道话，你得有点正事儿啊。你这老不上班老旷工，你说我罚你还是不罚你？那员工要旷工我罚不罚？我是员工啊，我是这个水厂以后的老板，能跟他们一样吗？再说了，你罚你就罚呗，等我拿到这10万奖金我给你补上，我看你能罚多少。杨总，你得理解我，等我把这个奖金拿回来，你就知道我对咱们水厂的良苦用心了。二哥。哎，你这三弟来了。忙呢。啊，没忙什么，咋的了？我大哥刚才说。哎呀，李副总来了。哎，你好。给我洗衣服呢，对我可好了。咋的？那个，我大哥刚才跟我说了。说啥了？就那事儿。啥事儿啊？别站着了，坐下呀。坐着说，坐着说，喝点啥的。给他拿个杯，下来。啥事儿？就是。啊，谢谢谢。就是那个，我要怎么说呢？二哥，厚的反义词是啥？厚的反义词薄。不是。不是你上这考我语文来了？哎呦，哪有闲心考你语文呢？后边的反义词是什么？后边的反义词啊，薄边。后边的反义词前边。啊，你这不说出来了吗？前边。啊，对，你把那个边去掉。前边把边去掉。对。前。这个事儿我刚才都跟大哥说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你俩就别上这来跟我磨叽来了。这山庄是不是我说了算？我问你，我是山庄老板，我说咋地就咋地。明天我就把他开除，以后我就是你大哥，你就是我二弟，哥仨就剩哥俩了。什么？行行行，什么呀，二哥？我跟你说，你这人吧，就实惠，别人家吵，说啥你气啥？慢走啊，李副总。吵吵什么玩意儿？吵。山庄我还说的不算了，那个笑笑别往心里去啊。哎，
这人大个儿，太不好意思了，为了我为难你了。山庄我说了算，我说咋的就咋的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你就放心啊。明天我就把他俩全开除，山庄就剩咱俩。行，那我接着洗衣服去了。那洗去吧。啊。你整点热水啊，那水凉啊。哎。王总好。你咋又回来了呢？阴魂不散呢？木生啊，以后跟我说话吧，稍微客气点哈。毕竟我是你家股东。老胡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。你不就想趁机入场，坐等升职吗？占我家便宜啊！占你家便宜我承认，可没有你这优秀企业家变戏法，我哪有机会坐等升职啊？我变啥戏法了？把你家产业都变没了呗。你是不是以为我说不过你啊？就你这点小心事，我都揣摩的透透的。行了，别跟我这把老骨头一般见识了啊！小心我给你变戏法。嘿，你有能力你变呢？找啥呢？没柱子，找不着柱子。玩我是吗？还想给我锁上是不是？水厂我说了算，你去回我爸那住去，别搁这待着，瞅你闹心。不回去了，我送你回去。回去吧，大伙儿都不高兴，搁这儿呢，就你不高兴，我高兴啊。你高兴？木生啊，我终于研究明白了。你家水厂为啥效益不好？为啥？哎，喂，爸，你在哪呢？在家呢。不是，那老胡咋又来水厂了呢？这有完没完了？来呗，你人家有股份，你来呗，你管人这事干嘛呀？有股份，他也不能老在这捣乱呢。捣啥乱了？你可别净事儿啊！你好好干你活，整个来。不行，他在这待我就待不好，老闹心。你有啥待不了？你个人想想办法，你待不了。啊？想办法。哦，那我明白了。你那意思是不是让我盯着他？我啥钱让你盯人家了？你不让我想办法吗？我明白了。你放心，我准保给他看得明明白白的。你可别搁那瞎分析啊！我可没让你盯啊。是，行行，你没说，我的意思，啊，我自己想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没让你监视他呀，你这、就是你自己愿意的，你可别跟我整这没用的。行了，是不是那？我现在就上岗了。啊！什么玩意儿秃了反账的？上什么岗啊？这孩子，既然看点也行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的四、五、六，看收。划手，胸前抱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跳起来，一、二。
跳，再跳。哎呀，小爽，你来了。练呢？练呢。怎么样？还行，孩子们都挺认真的，接受的也挺快的。为什么这节课要学这个舞蹈？因为啊，咱们学校这个间操要改革，以前这个间操啊太死板了，啊。校长在外边学习的时候啊，看人家的学校全都是跳这种舞蹈，啊，跳得特别活泼。将来谁跳得好，我就让你们当领操员，啊，全校跳的时候你们在前面带着跳，所以一定要好好学啊。咱们认真点，合一遍音乐给校长看看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个，先别着急切啊，这个今天咱们是上的是第四堂课啊，第四堂课呢是这个。继续这个切土豆丝儿啊，对，是，嗯，来，就别继续了啊。那个大哥，我想问你一下，咱这今天第四堂课，前面三堂课全切土豆丝儿，咱们能不能有一点进阶的感觉，可不可以？不是你进阶是你是得有咱得有顺序。我一共五节课，你前面四节课全是切土豆丝儿，那第五节课。你就五节就能打造一个厨神吗？能吗？不是你怎么能小瞧这个土豆丝儿呢？我不是小瞧他有什么难的呀？这他怎么就不难呢？你看他是你这学他你问他，这个你告诉他，你切这土豆丝儿就是你干这个砧板这堆上这活，你学了几年？就这刀工，我足足学了二年呢。你二年，哎，像他这种不尖不长的呢，得学几年？你最少得五年，你看看五年呢？怎么给我判了？怎么还五年了？我从打小我就会，还不是你打小会那是打小会的，是不是？你这玩意儿你切土豆丝儿，你得循序渐进嘛，一点点来嘛，不得是吗？再说你小瞧土豆丝儿，你绝对不应该。土豆丝儿在厨师升级考试的时候，土豆丝儿是最关键的。所有的厨师，就是咱说的考一级，那都必须得炒一盘土豆丝儿。那行，我听你的。那你真的，那你能不能你想个办法让我马上学会？因为你还剩一节课，那我怎么拿下山厨神呢？速成的有没有啊？速成的是不是啊？看来只能给你用独门绝技了，刘氏的独门绝技啊。土豆拿一个，来速成的，速成，茶呀，茶。你第一节课就教我插不的吗？我费那么大劲干啥呀？喊什么玩意儿？你喊呢？吓死我了！我差点把手指头给插了。退钱吧。哎，钱是退不了了。怎么就退不了？我都买食材了吗？四堂课的食材呢？这不是吗？你四堂课我就切点土豆子，我怎么就退不了？这两千块钱土豆子。这啥呀？这不行。这不西兰花吗？这不还有吗？西兰花吗？这我也没切，你能算我那里吗？你没切的，他也买了吗？这不是吗？那你买了，我没切。行，土豆子，你扣我10块8块钱。这西兰花、黄瓜、茄子，我没切，这怎么能算我那2000块钱里边的呢？那不算你，算谁呀？我告诉你，高丽给我退钱，不退钱我就犯浑。退不了，你这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我跟你说啊，咱班就一个学员，你说这菜给谁买的？这不给你买的吗？我准备第五节课让你什么整西兰花，看怎么弄。就一个学员呢，你不说都快满了吗？我都没什么名额，我这名额还从你的后门走出来的吗？就一个学员呢，他当时不是就你那啥呢？你这满嘴这叭叭话，哎呀，你这，我刚那你出去一下，院长，嗯，注意安全啊，我瞅着急眼了。三两次，三大四。打出去收回来，打出去收回来。等会儿，这不是这个是延伸出去收回来，那个脚不动啊，一二三四，不是，你这个放松一点，这太紧张了。啊，是，我就现在就是，你看啊，现在就这块，不手脚不让动，是吧？对，打开脚别动，反正就是手。过来，一翻，这回来。不是这样的，别长。其实舞蹈吧，就你把它放松一点。你现在太制式了，就感觉就是一个点一个。要不这样吧，因为我一会儿还有课，我让那个严老师来教你，他正好在办公室，没事儿。王老师，
我倒觉得呢，你要能教会我，你就教我一下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个间操舞啊特别重要，人家别的学校呢都是校长带着个前面跳，你想马上我就想给大校长看，然后我不会跳这不行，你再来一下。来，现在呢我这个有点不协调了，我估计我这一时半会儿真教不会你，我去给你叫那个严老师啊，你们慢慢学。那你这样啊，你呢单独跟他说，让他过来啊。嗯，好，行。你目前你的问题就是啥，出在了就是你不安于你现在工作这种现状，是不是？那对呗，我跟他憋得慌啊，我这困龙啊，你给我整出来，你再整个什么平台，你想着给我转个岗就行啊。腾飞是不是？我必须腾，我都飞起来跳板，我把我的弹起来啊，我牛都推出去了，帮你弹起来。就不干那个搓澡了，就其他就是厨师这行业是不是行？可以，这可以啊。那有啥不行呢？就你愿意学嘛，是不是啊？幼儿园当厨师呢，行啊，不管你离开那地方我就行了呗。你看看这不就好办了吗，是不是？我是幼儿园的副园长，虽然是副的，但是说了算，后勤归我管，人事归我管。哎，大哥，那太好了。嗯，这事你就能说了算，那我就上班呗。中午这顿饭我来呗。不是，那个不用，你这样，你回去那个等我通知，我就帮你弄，弄完了我就告诉你，行吗？行。哎呀，我确实我得回去趟。嗯，你说准了帮我弄啊。肯定帮你弄。我回去收拾收拾东西，准备啊。你等我电话啊。哎呀妈，这算解决了。哎呀。笑起来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样，把所有的烦恼。你别老乐呀！不是你这跳的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教不了你。是我承认，我确实身体不协调，但这舞蹈不适合我。啥适合你？这舞蹈太柔了，我还不让这么翻，这绝对不行。这个咱这样啊，咱换个舞蹈。你会不会那种的，就是刚猛一点的？这太柔。刚猛啊？拳击呀？不是拳击干嘛？就刚猛那种，啊，这样的就啊，我知道，他们有间操跳那个蒙古舞的啊，蒙古舞是吧？对，民族的。那我不会，我看过，但是我不会。这个确实不让你动。你太难教了。没事，舞蹈这个事儿呢，我再研究啊。嗯，行。我跟你讲啊，现在呢，谢兰确实不找我麻烦了。嗯，因为呀，我岳父跟他说了，说袁冬冬有男朋友了。咋回事呢？我说你个人，你现在有没有心仪的？你交个男朋友？要这撒谎吧，我这心里始终就是感觉要出啥事儿。你吧，你这人就是管的太多。你撒谎你就撒谎了，你还问我找不着，我哪有时间找啊？那你不找你？我这心里始终担心这个事儿。再一个，你年龄也不小了，你该交个男朋友了，为啥不交啊？你想啊，我现在调回来当主任，每天课程排得这么满，我是不得先把工作做好？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出去谈男朋友。啊，不是你不想找，现在是没有合适的，再一个工作忙，对不？没有时间。那我明白了。你这样吧，我再最后练练，啊，我试试，你先回去吧。待时间长了让别人看见不好。行，那你练吧。就不能翻腕儿，对吧？你不能翻腕儿，你放松回来，放松回来，你别硬翻，太硬了。我走了。来啊，阿峰。我呀，来，陪哥坐会儿来，喝点啥？有水吗？哎，是有点啊。咋的这是？哎呀，他俩在那翘着呢。你这个时间应该是在温泉搓澡啊？你上这儿来干啥呀？谁搓澡啊？你是搓澡的，那咋的？地滑，给这
碎十亿了？我搓过澡吗？哼，忘了。啥时候的病啊？我现在对我搓澡一点印象都没有了，就彻底忘得一干二净。咋说呢？啊，哥现在就好比是一块枯木，逢春了。逢春了，哥遇到了一个新的跳板。啊，弹起来。明白了，就是要跳槽，是吧？也可能是猎头挖的，我可能就不在这儿做了。我那就往更高处去发展，是吧？嗯，打算上北上广深搓澡去。北上广深肯定得去，但我去一定是洗澡。是虎常在林中走，嗯，是龙就得在海中游。哎呀，哥现在枯木迎春，别说迎逢春了，这就这块儿，嗯，都开始往外长灵芝了。啊，就是发达了，小庙容不下大佛，脚踏祥云，步步高升，驾鹤西游。这边话说挺好，你这驾鹤西游，你别往心里去啊，老弟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这宰相肚里能撑船的，你现在事业做的，虽然说是还是个未知吧，但你这你不能这么小心眼啊，你得替哥高兴啊，哥好了不得带着你吗？没有啊，只要你开心，只要你往更好的发展，我是个很开心很快乐呀，我今这个负担终于下去了，身上没有包袱了，太开心了我呀。你还是憋不过来。没有，你走吧。啊，你就想离开这儿，想更好的发展，对不对？解决完了吗？走吧，挺好。你就看我在北上广深咋洗的就。那行好。哎，对了，那个你走，我嫂呢？我先去打江山，等他去做。他现在工作保留。哦，完之后上哪一池做澡啊？祸不殃及妻儿，不知道吗？你上哪一池那算怎么回事？小峰啊，你这怎么脑子你还是憋不过来，还是对我有意见呢你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不是我还以为他。干俩活的，你安排。哎，那个，先上医院看看，有一种病叫妄想症，去看看啊。你这个格局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北上广深洗澡，你洗个六吧。怎么啦？不敢进呐？有一点紧张。紧张什么呀？表现出你的诚意就行。挺帅的。走。好。嗯。不喝。不喝。爸。哎呦。妈。姑娘回来了。哎。买回来了。我说呢，我姑娘不能跟我对着干。爸，我不能给你买，但是有人能给你买呀。有人给我买？嗯。谁呀？什么呀？阿姨好。哎。叔叔好。不是，你怎么来了？爸，人家清明可给你买运动服了啊。看看，人家给你买的。你啥意思？我不要，你拿回去。叔叔，我就想，这天气不是越来越冷了吗？我就给叔叔阿姨买几件衣服。这件运动服就特别适合叔叔跳广场舞的时候穿。哎呀，你看，清明你来就来吧，花钱干啥呀？姨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也不知道我叔喜欢什么。但是我看见这件衣服就觉得特别适合我叔。我叔不是那个咱们下鞍山广场舞的领队吗？我叔要是穿上这件衣服，就特别能够体现咱们下鞍山广场舞的精神风貌。你看看，人家特意跑了好几个地方给你买的呢，这套衣服可不好买了。你看好不好看？下来试试。我不要。你下来试试。试试吧，试试。小弟，你穿上看看合不合适。质量老好了，而且你看这颜色，
多好看啊！哎呀，正好，太好看了！老爸，你要穿这衣服去跳广场舞啊，那回头率绝对100%。好看吗？嗯，这衣服花多少钱？我给你。叔，你看我还给你们二老买的这个棉鞋。哎，对，爸，你看这给你买的，这给我妈买的。哎呀，还有我的呢。啊，咋的上了吗？买衣服这些。看，好不好看？你试试。不穿。你坐下试试。你坐下。哎呀，可柔软了。合适不？正好，正好，哎呀，太帅了！来，回头这还有条裤子，把这裤一身儿，到时候一穿，哎呀，那绝对是广场舞界的扛把子，好看的。妹妹，你到后边把钱拿来，完了给清明啊。行。哎呀，你给什么钱呢？你要真想谢谢人家，你就留人家吃顿晚饭。人家来了，空着肚子来的，还没吃饭呢。是吗？吃顿饭倒是没事啊。但是呢，你别觉得你买东西，你就让我们俩接纳你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哎呀，你这个时候说这个干嘛呀？哎，那行，来来，我做饭去。嗯，阿姨，那我去吧。你还会做饭呢？会做点家常菜。哎呀，行。那正好让清明露两手，你们也尝尝他的手艺。行，走，我带你去。这谁洗的衣服呀？咋了？我洗的，咋的了？你看看这衣服，全是纸，这衬衫都洗成粉色的了。对面的女孩看过来。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。大哥，看过来了吗？明天和后天的衣服洗好给你放那儿了，然后衣服别总放柜子里面，容易出褶。你出褶不正好吗？跟我脸上的褶比较配。那个，我想明天我就走了。你干啥去？咋的了？你说话呀！这段时间麻烦你了，大哥。哎呀，净我麻烦你了，你麻烦我啥了？为了我妈的事儿，弄得你和你兄弟之间都闹矛盾了。我们仨老闹矛盾。那我哥仨的事儿我都能解决，我不是山庄老板吗？我说了算啊！你对我太好了，大哥。你对我不也挺好吗？这不将心比心吗？你就因为这事要走啊？啊？又不吱声。你还别说，这玩意儿眼睛还挺匀净的啊！你看我正需要一个粉色的衬衫啊，这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毫不费工夫。你看来了就这么巧，太好了，这也你看这沾点纸就摘吧摘吧不就完了吗？没事儿啊。孙晓峰，这活儿能干你就干，不能干就别干，别你干完了之后给别人添堵。你不喜欢这粉衬衫吗？明天上班你就穿着去吧。行，我就穿那衬衫，我喜欢那色儿。亲，有话就直说，你别拐弯抹角的。妈呀，妈妈妈妈，谁洗的？我说谁？妈呀，你这个怎么的？想多了，青莲是说我呢。那就洗不好，重洗呗，喊啥呀？那重洗也洗不干净啊。一天天的，小峰啊，这洗衣服这个事我真不是故意的。你说我这一天忙的脚打后脑勺，这迷得糊的，我就给你爸那衣服跟你们一起洗了。你说你家青莲说话多难听啊啊！你说自从她怀孕，你说我尽心尽力那么照顾她，我就没有功劳有苦劳吧？就用一件衣服没洗明白，就给我俩撂脸子呀？那个妈呀，她岁数小，咱们别跟你办电视啊！你们就都向着她吧，
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吧？你少算了。那有错咋还不让说了？就是我的错，那你就跟我好好说呗，我接受。那你这一天阴阳怪调干啥呀？就怎么说我也是你长辈吧？不是，那衣服深色浅色分开洗，这是常识啊！我都跟你说我忘了，你咋就不依不饶的呢？你到底想咋的呀？我没想咋的呀。行了，没完了，吵两句不行吗？以后你们衣服不给你们洗了啊，也不用你洗。闭嘴！你说你们这干啥？这一天叽个浪叽个浪的，就没完没了，不知道干什么玩意儿。都消气。不走不行啊！不行。那你告诉我因为啥呗？哎呀，别问了。哎，你跟我还有啥不能说的呢？今天医院给我打电话，说我妈的病又恶化了，得移植，不移植这个人就保不住了。不是，这太突然了。那赶紧移植吧，所以我得想办法筹钱啊！哎呀，我这不有吗？你筹啥钱呢？我转给你。要你的钱。哎，不是都啥时候了，你就别想那些没用的了啊！救人要紧，我现在就给你转过去，你把支付宝告诉我。不行，我不能要。你快点的吧，以后你妈就是我妈了，咱俩结婚了都是一家人，还说那些干啥呀？谢谢你大哥。哎，哎呀。你这是干啥呀，笑笑，你不能这样啊！咱以后是一家人了，有啥事咱们都得共同面对，啊！行了行了，别哭，闹心，别闹心了。手机呢？给我，我给你转。这还有啥可犹豫的了？明天看着咱妈的时候，缺啥少啥给我打电话，听着没？不行你就领她上 ICU 住两天。嗯。别怕花钱，十万够不够啊？够。够了，不够你再跟我说。啥呀？你干啥呢？我跳舞呢。你跳那是啥呀？那像蝉蛹似的。你不懂艺术。还我不懂艺术？你跳的根本就不对，你都不如腾飞跳的好。不可能，他还能有我跳的好啊？哎呀，这个自信的，你那身体都是僵的，协调一点，你怎么一点不协调呢？这还赖上我了？你给我遗传艺术细胞了吗？我告诉你啊。这个舞蹈很重要，知道不？将来你说一到学校领操的时候，咱爷俩要都上前，后边学生老师都跟咱俩学，多威风啊！哎，那不对，你可能上不了前面，太笨了，学不会。废话那么多呢，好好跟练啊。妈。干啥呢？啊，我跳舞呢。啊，我教他。是那么回事吗，儿子？谁教谁呀？咋回事呢？这不是咱们学校吗？监操改革，然后原来是做操，现在改跳舞了。我寻思我培养培养他，让他呢上前面领舞。我一看这也不行啊，身体一点不协调啊，根本跳不好，那像个大虫子似的，就。嘚瑟啥呀？挺大岁数。还领舞，有老师呢，用你干啥呀？给谁看呢？给严主任看。对，你别拦孩子，儿子，你说啥？给谁？给什么给？通关，去写作业去。儿子，你说什么？你看，还说没事儿，这孩子都看出来啥事儿来了。啥事儿？这是我的工作，我提出来的改革，所以必须得跳好。我跳不好，他得跳好啊。真笨，指他指不上，我还得自己学。练吧，我告诉你，我学会你都学不会，笨。
天上升起一弯月牙，月牙弯弯，正把那个月光洒，人都管月牙叫月老，月老儿转吧那个红线扎，红线儿扎紧两颗心，两颗心为啥就不在那个一疙瘩呀？夜深了，月牙出来了，月圆了，心儿更亮了。今晚夜深人不静，都等着月圆，月圆进咱家吧，